哦，是的，玩一把英雄联盟，胜率最高上单，石头人儿，让你明白什么叫一个大死一个人儿。我给你个轮子，他这眼儿没插进来啊！我跟你们说，他这眼儿看不见我们，我们在这等着。他这眼儿没插进来，哎，他看不见。你别给我点，那眼儿都插外边了。我 Q 你一下。我再 Q 你一下，呀，闪现了！他可能是不想掉太多的血，可以接受啊。我们在草丛里边等一个包住我们可血条的东西。一闪，致命点燃，接个 Q， 接一个平 A， 400块。哎呦！哎！哎！哎，好，回家，刚好我们回家呀！别别投降！兄弟们，这盘我 C， 我兄弟正在上。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，这把别投，这把别投。我好不容易选把石头人，这把千万别投啊。咱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好，再来个这个 ，OK。别投啊！我好不容易玩把石头人啊。谢谢猴哥猕猴桃的一个火箭，谢谢谢谢。好不容易玩把石头人啊，石头人现在可老难选了，这英雄想玩一把可不容易啊，基本上是选不着的。没 AD 怎么办？没 AD 我们把 AD 秒了不就完了吗？还行吧，这波补刀还可以接受。好，插个眼儿，抠一下。呀呀呀呀呀！这怎么梦魇搁右边？我差点我就跑上去了，差点就送终了给我。让我抠一下呀，点我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说，很有可能这个梦魇啊，就会绕一圈到这里。我们先查个眼，看看这梦魇在不在。OK， 哎，你看我兄弟上来了吧？我没骗你们吧？我抠他一下。兄弟的电脑可能不太好。致命点炎还行，死了两个点炎，杀两个不错。赶紧撤大逼啊！这把出右才能赢，出右才赢不了的，出右就给文人当靶子。维恩怕右吗？不怕吧。你出右装给维恩白打不合适，先买一个发电机，发电机配个红宝石，
速度出来呀，兄弟！来拿人头，哎，跟乌迪尔说一下，帮他 Q 一下，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爱。对，这里有眼儿，我也知道。先等一个包住我们皮的东西呀，不好意思，单杀了，这死的有点快呀，怎么死了呢？哎，好疼啊，这石头人打人呢。他吃肉经验了吧？应该吃肉了吗？在这儿再等一下啊 ，Q 他一下，吃个药。好，闪现。等我们那收割者一出，我 Q 他一下就半管，只要 Q 一下，那就半管血就没了，就这个东西。暗夜收割者完了，我塔皮没了，我靠！哎，我就不应该跟你们说话，给我塔皮整没了。这是干嘛呀？假装过去，其实不严。先，哎，闪现拍，哎呦，这有点难受啊。没事，算了吧，没关系。下边来杀也行。下楼塔掉的有点快呀。乌迪尔上当了，哎呀，乌迪尔有点难受。900发电机，蓝给他吧，我们就不要了。这波兵赶紧给他推过去啊！对面很有可能。那个下路就往我上路跑了，很有可能他们对不了线了，他就换路了。我们赶紧把线推过去，看看到底对面来不来。先去插个眼儿。换中了，换中没事儿。只要这个积木出现在我们面前，那么他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敢去打石头人，兄弟。打我兄弟是吧？嗯，希望不要来人啊。多吃几层塔皮，来来来来来，保一手保一手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好大！赶紧捡完，捡完看莫干辣能不能杀，杀完赶紧跑啊！维恩来了，快快快快快走！我有皮，哎，你大爷的，那个小积木，打一波走。不打了，哎，指他，指的真不太行啊！这，哎，梦魇来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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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梦魇来了，梦魇来了。假装走了，其实不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是的。哎，救救救救救！这梦魇有大是吧？哎呦，我给忘了，我差一秒大招好，他来的还是快了那么一点点，我这峡谷先锋都没放出来。没关系，我都没出杀音书，还算可以接受。他是出啥了？魔抗斗吗？他要出女妖啊？女妖不是那么合的，他出个魔抗，他又出个大棒，大棒加魔抗能合成什么？请问？答案是没有。离子火花，哎，你还不走是吧？没事，塔皮我们吃到了，只是那个塔掉的钱好像是没吃到啊，别的都吃到了。一会儿下去找维恩去。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对面的一个祸患，知道吗？祸患，后患无穷啊！在这等一下，假装走了，但又没走。等一下，对面的梦魇打完这个石头人，哎，别急啊，别急，一定不要急。他逮不着我们他就跑了，知道吧？在这等他，别急，等他们都走了，我们把基姆杀了，拿他两层戒指。哎，好样的，好家伙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！别！维恩把我杀了，也行吧。出完这个，我们来这个，这个东西狠。把这药卖了，合成一本美甲的窃魂卷。加点技能急速。一会儿就找维恩去，乌迪尔应该是够呛了，给人打工了。卡萨丁这把发育不错啊，十三秒有大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等一下。亚索出的啥呀？挺烦人的，先把亚索杀了吧。这就100块钱吗？这玩意儿呢？也行吧，也算给我们叠一个那个大招的被动。现在就差那个维恩没杀过了。
一会儿找到维音杀一波，但杀维音必须得莫甘娜没搁旁边，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这把莫甘娜不能起来。我感觉对面是有故意要 counter 我的意思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莫甘娜吧，比较的克我们，他故意把石头人给放出来，想让我们玩个石头人。没事，下路没人来，等一会儿。我们的杀音叔到了，到位了。我们的杀音叔他到位了。跟队友说一下，先别打啊，拆个塔。1750，差100块钱，再推一波吧。我感觉我补个车就够了呀。索哥哥来了，这不行，这打不过啊，这是要找我呀，这是。维恩多少血呀？好像不能去呀，这。完了，我的杀音是不是没了？哎呦，有点烦，应该走这波。这亚索0-6给我勾引过去了。哎呦，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年轻了，年轻了，年轻了，这波大意了。我没有闪啊，这波大意了，这波我们大意了。我的十成书没了，没事，三个人头就回来了。你要这么想，杀人书不掉，到了25层，你就永远也升不上去了，就没有提升了，明白吧？果然他要出个女妖。14级卡萨丁，可以啊，这卡萨丁等级蛮高的。nice 啊！谁敢来呀，兄弟，我在这儿谁敢来，我想问一下子，我没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梦魇儿嘛，回回都是你，你别让我逮着你，我跟你说，你千万别让我逮着你，你要让我逮着你，今天你指定是玩完，兄弟，这个莫甘娜是真是烦人。我先扣他一下，闪现了，可以把红打了。怎么拿都有莫甘娜呀？哎，这莫甘娜有点克我们，好克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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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都死都死都死！我们不能死，快跑！没有雷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别往我这引了，快死！哎呀，打大龙了吗？这是？打大龙了吧，兄弟们！快点去啊！打大龙了，这打大龙了，快点打大龙了！去啊！这梦魇没有多少血，哎，你去呀！你怕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搁这儿呢，你别怕呀！
这不会莫干纳搁这边呢吧？你这个老登，你给我等着啊！我今天不行了，我今天必须得大死他，我受不了了，这莫干纳太讨人厌了。我们被扛他了，小龙可以要啊，小龙54秒一个大。虽然这个积木它并不值得我们一个大招，打得挺快呀。走回家，希望这里没有眼儿。先把这个枯萎宝珠给它出了，这个是加法穿的。没办法了，走吧，这里有眼儿。哎，这莫干纳太烦人了，我把这莫干纳杀了吧，下回我先杀他呀，太烦人了这个人。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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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别走，这没有大招啊。马上卡萨丁16了，也是我们家的顶梁柱。哎，不要害怕啊，卡萨丁也是很猛，一个小小的威音在卡萨丁面前不足以，不足为惧，不值一提，不堪一击。就杀莫干纳，就杀莫干纳，就杀莫干纳！我操你！威音，怎么的？咱们这老些人，你还能跑了？可以，大龙，我们去上路啊，把这个吉姆给他杀了。差点没打出，吓我一跳。兄弟们，多少血？帮一帮，帮一帮，这波得帮一帮。这波不来，还真就打不完。跑回家，无敌了，虚空之杖了。好像维恩我们没杀过他呢，没杀过，出了个附体斗篷没有用，一套还是死，因为我已经有虚空之杖了。这可恶的莫干纳，来来来，先把中路这两个傻子给杀了。他390，我们417，追。千万别让我逮到这个莫干纳，又是他，又是你，哎，又是你，他就每回都是如此的烦人呢。先把这亚索杀了，杀莫干纳，杀莫干纳，还打红，先回来，先回来，乌迪尔。哎，杀莫干纳可以，
你们就搁一块儿啊，就站一块儿，对，开心。17级卡萨丁，卡萨丁可以，卡萨丁都没用上，卡萨丁来个 R 闪，